真正的，我有一点啊讨厌他。Hello， 你不会怕尴尬哦？你堂堂男子汉怕什么尴尬？要不然这一段很干啊。等一下，我来打赌，看谁的比较好吃。这是谁赢就比向谁哈，请比。愿赌服输。你干嘛站起来啊？你不还要助跑吧？跑了呀！啊！